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啊！我今日会做一个蚝油生菜。好，而家烧热一锅水，焯一焯个生菜先。我加啲盐啦，加啲糖啦，加啲糖咧可以令啲菜脆绿啲嘅，加啲油啦，加啲生菜。因为生菜咧系生都食得嘅，所以稍微将佢烫一烫就得噶啦。我可以将佢捞起噶啦，隔干啲水。我而家烧热只镬，加啲油落去。加啲蒜蓉去爆香佢啦，加啲蚝油啦，加半碗嘅水啦，加少少嘅糖啦，煮滚之后加啲生粉水啦，我将啲汁淋上生菜度啦，一道美味嘅蚝油生菜就做好噶啦。喜歡的歡迎訂閱我的頻道，還有按旁邊的鐘仔點讚並將影片分享出去，多謝收看，我們下次再見。